较小哎。终于来到机场，很久没有来了。来，北鹤，哇，这里灯光很美。我要买，我要再凶大一点，怕死我。好了，我解锁一个新功能。两个没有看，没有看时间的女人。不跟飞机跑跑。刚我们拍照，拍到没有看时间，几点？五点半的时候我才冲，说要关门了，我整个都是汗。我坐在抖，很好笑。哎呦。我们坐的是晚上的机，基本是傍晚飞到天黑去，到巴黎差不多十点这样啦。你看看，几累哦。啊，我买了这个海苔夹，我也不懂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哦，我自己乱改的。它基本上是这样子，像海苔片的夹夹，夹住你的发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是会给你的发根更蓬松啦。看一下效果怎样。算了吧。This is going 在买电话卡。多少钱呢？我不知道算是贵还是不贵耶。百多块，我觉得不贵啊，我有点吓。没有，现在是这样，马币多少钱？百多块。I just spent 100 ringgit。呀，可是很大啦，25GB啦。这边有电话卡，25。这个什么来的？OK， 我们的在哪里？有一个人借我们的。哎呀，真的没有咩？当然没有啊，我都没有叫。我们打算叫 Grab， 就是 Grab 很贵哦，这样子要90多块。打算等下去看一下，那叫什么 Uber。这里走出来 ，Grab， 老。你的 Customer 是什么 ？Sorry， DK1243。You can run inside this again. Oh, yeah. Okay. He can be 6 minutes in here. Oh, okay. Thank you. Yeah. 哇，原来坐 Grab 可以坐在里面等，所以坐 Grab 也是有好处的。比起你叫 taxi， 你就要站在那里干等。我们还要去冲凉，然后再看心情怎样啊。如果累了，我们就叫 Grab， 很爽啊。我上了，是哎，我以为是徐乐。我上了一个铃铛，我听到你的我上了铃铛。我还是听到那个大厉害的消息在中国。这里就很想 SS2， 妈妈这个好了，前面就是去阿孙大 hospital 了。来到了随便一个卖，要买晚餐。哥，你喜欢吃 Maggie 面的这条水？我就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了，我觉得我买了我会后悔耶。你看，还有芋头牛奶耶，我会后悔吗 ？Caramel Mocha， 啊，我很怕我后悔哦。好贵哦，韩国就8块呀。哇，这个有冷呢，当然是拿冷的啦。哎呀。哎呦，可是这个 strawberry 好像比较好喝。这种饼干呢？哎，是你喜欢吃这个吗？还是Jovin喜欢吃？哦，你喜欢啊？哪一个啊？你要 strawberry 还是要 chocolate？ 你刚刚讲了 strawberry。它很。它有芋头味，蛮香的啦，还 OK 啦，跟 strawberry 的那种冲突感一样。因为 strawberry 牛奶每次有夹夹的，然后，啊，这个也是有点夹夹的，但是不 OK。你要到了，到了，好紧张。你现在看那个环境其实是很恐怖哎，是，真的很。我的心情真的不大讲讲，我就缺乏安全感，就是，可能我们的那间是亮亮的，没有看到，我有问司机哦，
哦，讲这个地方不安全。他讲安全，他的语气是那种安全的那种哦，发烈，他的语气是这样的。好紧张哦，可惜幸好我看来在那个马来西亚。是他讲很多的警察会巡逻到早上的哦。讲真的，我现在到马里亚啦，我都一辆警察怎么没看到？有啦，那还没多。有，刚那个没多。哇，真的很安静哎。哦。安静有安静的好。啊，这边台湾错。哎呀，没错，那个 EEVAN。呀呀，没事。错了，你找到了，哈哈。哎呦，哎呦 ，Do you have hair dryer here? Hair dryer? No. Oh, no hair dryer. Tomorrow. Oh, tomorrow. Oh, okay, okay. Okay, thank you. Iron also tomorrow. The iron. Oh yeah. Tomorrow. Okay. 这是我们的房间。简单的，因为只睡一晚，没有到一晚。等一下，我买水。等一下，啊，他没有给我们烧水，烧水，我们讲他。哦。很有 feel， 这是开了灯了的、啊。哦哦，这样暗的、啊，对啦，可能早上会不错。这个是94块的房间，因为我们到这边11点哦，真是住几个小时吧，就选一个便宜一点的。哇，蛮干净，还蛮干净哎。我等下想看外面那个游泳池，长这样子。哎呦，有小猫哎。这个回去明天早上会很美，因为那边好像很多冷水耶。哇，躺在那边够暗了，我相机什么都拍不到，好笑。可以去上面吃长腿妹啊，加油啊，激动了，提着戏加油啊，精致，真的，我跟你讲戏好看的，爽，嗯，真太帅了，好帅，放在一起去。我听到那个念经的声音了，哇，真不错，就是多快的环境，哎呦，会游泳的吗？干净的耶，哈哈，打卡。我们现在准备是可以 check out 了，可是我找不到那个人，想要把 luggage 锁在这里，他是不是
早上水池开了，哦，我发现他们很多这个东西在地上，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他们在做工，对，哇，从这样子建起来的，哇，那阳光也很美哦。我们两个都会大悲咒语。会耶！我怕那张歌夹住我们。天空很多风筝的哦，哎呀，看不到其实。嗯，那两个要 plastic bag 要吗？风筝来了。哇，这里是 Kate 小贝。反过来哦。啊！终于见到了。为什么你的电梯这么小啊？很大。很大，发财呀！啊！哇！水好像很美景样的啊，对，这里出名是它的 Acai Bowl 嘛，对，我也要 Acai Bowl 拍的，有的治疗，这个90%都是按摩，也太美了吧，很有 feel 哎。哇！然后我觉得公司一样照片，因为是哎，哦，还有 workshop 的，可以耶，哇，好美哦！很 minimal。You're selling all this? Yes。这样子放在 screen 上面。我的绒刀，肯定美，来个全员出发的。那么这里必点哦。啊，原来这个也是我的高音，全是高音，原来这个也是我的。我的这个，遇到的这个。我都有两杯饮料，幸好我朋友们很会教。OK 吗？啊，我真的不会玩这东西，感觉像天皇的，这个什么东西来的？有点心疼我教错东西。姐姐，这里呢？好笑。哇！哇，浪这么大。虽然他跟我讲，会游泳也可以 surf 这样，他叫他教我。然后最后我也是决定不滑了，剩下我们两个才学的。哇，那个浪大到这样，哇，冲上来，哇的，那浪很大耶，一冲就不见掉了。好了，你干活。Yeah, I'm very scared. You scared? I'm more scared than you. 我看到他跟你讲话，你一直笑，我弱小无助。Yeah, so cute. 哇！哎，这里的浪比较小哦。Hi. 这里的浪好像比较小哎。等错，换另外一个好刀。不是饿啊。
是我们的 Luna Madula。 走一个段路，哇哇哇啦！我真的是被打汗了。我到这边什么鬼都想拍耶 ！Oh my god！ 我停不下来了，我停不下来。哦，很美哦！我转过来拍我自己。哇！